给你再个杯子喝水。不要不要。给你再个杯子喝水。好，不要。看，这个是克拉熊双饮杯，这个是小金鱼喷水杯。他们长得那么好看，为什么不喝水呀？奶奶，我不喜欢喝羊的水。哦，我知道啦。奶奶，能给我买一个光光锥的保温杯吗？好的呀，宝贝。三天后。准备好了没有？他们都是礼盒装的，特别的高档档次，送人也特别的有面子哟。当当当当！妈妈，这个我好喜欢。这个是天天，都是汪汪队正版授权的保温杯哟，全部都是汪汪队的卡通人物。当当当当！哇，看起来很不错哟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。哇，哇，你戴的粉色呀，宝贝。今天也是天天的卡通人物。看一下这个汪汪队的贴纸哟，这个是姓名贴。这个是留言，可以送小朋友写留言呀，说明书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，这是杯套，看它一整个都是皮质的，质量超级好呀。背带的这里也都是皮质的，一整个都是加宽加厚的背带，这里还可以调节大小。还有一个手提背带，还有一个小朋友最爱的汪汪队公仔，我们可以把它安装在水杯上。下面咱们来安装，这里卡扣往外叠，上面的盖子拿掉，先放前面，后面轻轻一推，咔嚓一声，这样就安装好了。这个保温杯它是一杯两用的，打开上面是吸管杯，超级的柔软。下面是直饮口，可以直接喝。杯体的里面是 SUS316 不锈钢材质的，杯体的底部是防滑橡胶圈，可以防滑耐摔。下面把它放入杯套装，这样一个高颜值又高质量的汪汪队儿童保温杯，哪个小朋友能不爱呢？我们可以提着，也可以背着，真正的高颜值又高质量呀！最重要的是倒置也不会漏水。女孩子是粉色的天天，男孩子是蓝色的阿奇，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呢？